我初相识嗰阵时咧，成块面都红卜卜嘅，有牛皮癣有食。食咗敏迪之后，嗰、那个情况点啦？食咗已经冇咁痕噶啦。哦，冇咁痕。咁啲皮肤嘅滑净程度系咪好咗好多咧？翻面就争好远啦。块面就争好远。咁之后人系咪自信心大咗咧？基本上本身都系有啲嘅。你食敏迪咧，食嘅剂量系食几大咧？通常都系我咪食四粒嘅。哦，咁你即系你都唔系十分严重嘅啫，基本上系咪？因为我有啲网友咧系银屑病，我都要食个八粒嘅。因为佢只舌头要爆头嗰只噶啦，已经去到好严重。对你嚟讲，你最大嘅改变系乜嘢咧？去到我谂肠胃最大改变，肠胃最大改变，即系除咗牛皮癣之外，其实我原来咁多年来都系有呢个肠胃敏感啊，即系肠敏感啦，即系好容易肚屙嗰啲啦。系啊系啊。敏迪其实个原理上咧。即系所有敏感，佢都诶去可以有帮助，基本上。咁而家就唔会话成日肚痛啦。系啊，以前一饮到啲冻水就会即刻肚痛，即刻嚟啊！仲有呢啲皮肤质素都系改善咗好多噶，咪诶冇咁红咯，冇咁红。咁系咪沟女咪易咗咧？诶，未试过。Hello， 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今集有我杰拉德啦，我郑通利，仲有神秘嘅老温啦。喂，大家好，我系老温啦。喂，不如今次讲下啲比较应该点话感性啲嘅话，感性啲，感性啲，因为好多人成日都我系冇女，点感性啊？有女嘅性感啊嘛，咁、哦、啊，你请条性感妹上嚟先。啊，呢、這个冇问题吓，揾日即系安排下。咁、啊，想讲，因为其实香港好多报纸媒体成日都讲话。话台湾咩圆梦好地方啊，咁啊，即系讲到创业好环境 啊，即系之类啦。香港都媒体咁讲啦。喂，其实你觉得系唔系咧？台湾咪真系好圆梦嘅地方？究竟台湾一个圆梦好地方，一个发梦好地方咧？其实都可以咁讲嘅。系啊，如果你成咗事，咪叫圆梦咯；唔成事，咪发咗梦咯，一样嘅啫。我觉得系可以嘅台湾，因为以我周遭环境见到好多即系。有好多創業嘅人啦，有好多唔同嘅鋪頭啦，唔同嘅特色嘅商業模式啊，各樣其實佢機會都，我覺得都會比香港大好多嘅，因為香港始終即係環境嘅因素啦，租貴、人工貴，咁啊人口又特別密集啊，即係有啲某啲方面嘅商業模式咧係唔係咁適合喺香港嘅，譬如好似冷門啲嘅嘢啊，或者有啲。唔同喜好嘅生意模式啊，或者商品啊，我覺得喺台灣反而即係台灣相對嚟講，即係市場比香港，即係我唔知道係咪大啲啊定點咧？最起碼人口多好多先啦。咁同埋我感覺台灣接受新嘅模式都即係新嘅商品又好啊，引入啊新嘅嘢咧都接受到幾高嘅嚇。咁所以尤其是我覺得，尤其是最近即係咁嘅。台灣的環境啦，因為市場唔係咁好嘅，其實而家生意都冇以前咁好做嘅，咁變咗，我覺得如果係想創業或者想去做你想做嘅嘢，咁呢個時機都唔錯嘅，因為我發現咧，而家好多鋪頭咧吉鋪越嚟越多，係啊，所以相對嚟講，可能即係而家可能房地產啊或者商務方面嘅出租率或者冇咁高啊，咁可能租金方面咧都平翻嘅而家可能。咁變咗可能，與即係想創業嘅人呢、這個時候咧，我都係幾適合嘅嚇。咁睇下你哋兩位覺得點樣？咁我十年前翻嚟都係為圓夢啫。咁我係足球夢啦，我諗大家都知啦。咁我足球夢包括咩咧？希望自己出本足球雜誌啦，搞球場啦，搞球隊啦，咁啊，即係等等同足球相關嘅我都有興趣做嘅。咁同埋仲有坐上主播台做講世界盃啊，咁樣呢啲我當年嘅夢想啦。嗰陣時你應該諗都未諗過可以做到啦，而家冇諗過咁容易，唔係咁容易，即係冇諗過會咁快可以有個平台俾你做到。我係希望嚟到就目標。我嗰陣時記得啱啱過嚟同啲台灣朋友傾開咧，做記者添啊朋友，即係同佢提話，我希望有機會講波，佢俾我反應係。咁嘅表情啊，真係，即係話，超，即係而且冇乜可能，戇居邊有可能咧？啲乜叫乜茂利香港過嚟咁喺度咩？咁啊，見完佢之後，三年後我坐上主播台就講曬。咁你有冇車翻佢咧？梗係冇啦 ，friend 埋添啦，扮啊嘛。
而家好多足球嘢添，而家就是、由你嗰陣時慢慢開始之後，又做咗雜誌啊，跟住而家足球嗰啲轉播都多好多啦。同埋好，亦都多咗好多競爭啦。咁時咁就雜誌都有兩本啦，可以咁講。除咗我兩至三本啦，又有啲不定期出嘅咁啊。咁但係我十年前翻嚟咪。大家其實今時今日好多香港人都認為足球係一個好冷門嘅，十年前咪更冷門，就係因為冷門，先至俾你嘅機會做。係唔通我走嚟搞棒球啊，搞籃球啊，你邊個人爭啫？係啊，咁所謂圓夢好地方，頭先老温所講嘅，譬如成本低啊，即係有得入場啊，入場機會大啊。當然佢門檻低啲咯。係咯。嚇、啊、門檻低啲，咁、你譬如你夢想做一間咩生意嘅，我當你超級市場都好啦，咁你香港搞間超級市場係咪好得人驚啊？今時今日，哇，輸硬嘅喎，點同圍攻你啦？嗰兩間鬥啊，嗰兩間圍攻你啦。咁但係你喺台灣，你係有機會喎。有，我當你即係呢個舉例啫，超市係我你係有機會做到㗎，因為唔係好多錢你開得到㗎啦嘛。所以係呢個咪有機會圓夢。當然你選擇啲乜嘢嘅夢都係一樣嘢啦。例如你夢想係 coffee shop 嘅，咁就難好多啦，太多啦呢度，因為太多通街啦。咁你自己就要玩特色嘢咯。咁我嗰陣時有個賣餐廳噶嘛，我特色咪就係足球咯。嚟踢波嘅咪要幫襯我餐廳咯。呢啲就係要你圓夢之餘你要再考慮咯，你嗰陣時做餐廳之餘又做埋親子方面嗰啲嘢咧，係咯，即係係好多花神，好多花神嘅啦。咁呢啲又要靠你自己去諗，同埋最重要一樣圓夢，你仲要努力。你唔係話求其開咗就係咯，咁你咁我另外就你哋講通常都係啲啊，你好直接開間鋪頭賣嘢又好，coffee shop 去一個食品服務人哋又好啦咁樣。咁我反為我諗到譬如我周遭識嗰啲咧，就係嗰只夢係類似科學園區嗰只，即係類似而家嗰啲新。始創啊，新創嗰啲 startup 嗰只，因為其實都有人揾我去 startup 嗰啲嘅科研區裏邊嗰啲同人教佢哋做嗰啲嘅 training 啊，係做一啲財務上嘅，因為有盤生意，有個產品，你點樣結合個財務先可以揾到投資者嘛？咁其實我見到咧，你如果喺香港做一啲初創科技業嗰啲咧，類似而家話咩推咩科研區，香港啊？我覺得我直到而家，我覺得香港要搞科創咧，係地產項目嚟嘅啫。咁我唔講佢啦。咁台灣實際上咧係好多省市，佢本身有啲科園區嗰啲叫咩育成中心啊，係培養或者俾個機會你租張台，可能即係台幣幾千蚊嘅啫。咁咪俾你喺度有啲唔收錢嘅，係啊，唔收錢咁咧，嗰啲好年青人喺度，除咗喺拿開飲咖啡又吹水，然後就睇下有啲乜嘢嘅創投啊。咁另外政府都會有啲，如果你 OK， 你寫到份 proposal 出嚟咧，政府會撥款俾你去做投資去做嘢，甚至乎話可能有啲嘅想投資者，我大把錢，但我唔知道做乜，咁可能結合咗依樣嘢咧，我個人覺得咧，初創科即依類嘢咧好過香港，我唔夠膽話好過大陸。但如果對比香港人，我係好多，即係我體驗同埋我接觸過，我就係依一隻圓夢呢種嘅方向啦，我就睇到呢啲嘅。係啊，唔係其實講到呢啲圓夢啊或者創業方面咧，以我所知咧，其實台灣政府某方面都有啲補助嘅，其實即係對於一啲特殊嘅。創業啊，各方面青年創業啊，有啲青年貸款啊，各樣都有嘅。咁我呢啲可以即係講少少啦，即係我有啲朋友佢就做啲好藝術性嘅嘢嘅。咁佢又想揾個地方想集合好多嗰啲藝術家，唔同各方面嘅係啦，青年啊，各方面藝術家。咁就即係想整即係類似一個好似藝術村咁樣嘅，想搞一樣嘢。咁佢就成立咗個協會先啦。咁用協會嘅名義咧，再去寫啲 proposal， 再去同政府申請某啲補助。譬如佢喺高雄嘅，咁佢都幾多窿路嘅。佢開頭諗到就係、是，我成立咗協會，咁我揾一班藝術家啦，跟住咧就揾笪地。咁佢揾咩地咧？就揾台糖嗰啲地啊。係啊，台糖好多空地嘅原來。
佢出貨倉啊，吉係啦係啦，其實台中都有幾個嘅，好似火車站後面嗰啲都係好似台台啦。咩係啦係啦係啦，其實嗰啲你可以如果有好嘅 proposal 嘅話咧，你寫好咗，跟住同相關譬如台糖啊、政府啊各方面去申請一啲撥款，或者租借啲平嘅地去搞都得嘅。其實咁，我覺得佢哋可以真係搞得幾成功嘅，同埋撥款金額有啲唔低嘅都係啊，每年可能一兩百萬都有可能落到嚟。其實以我我認識啲人有做呢啲嘢，佢你唔好覺得誒、哎、真係發夢啊！你班僆仔過嚟，咁你撥款都係政府補貼啫，咁你食乜嘢錢？其實最主要就係話，第一你嗰個青年人或者創業者啦，係一個起步先，係開頭。所有做生意，就算李嘉誠唔係一開波就成功嘅，佢起碼喺從中你拉佢一把，佢有一個運作或者真正結合。即係社會嗰種嘅營運經驗之後咧，佢、唔會懵下懵下咁嗰只出嚟。係，咪所以佢整咗個嗰、那個藝術村係幾好嘅，即係慢慢營運之後咧，啲客就嚟，即係好多遊客啦，又要使錢啦，跟住就好多攤嗰啲店鋪又開始喺側邊又開嘅。同埋佢你嗰啲採購嗰啲嘢、技術嗰啲嘢，佢可以 provide 啲，即係串流咗一個行業出嚟。係，我有冇話有身份證，即係台灣人？才可以申請嘅嗰啲撥款，應該都唔會一定要噶啦，大佬。正常都要嘅。要噶，要噶。咁你如果你可以搭住嗰啲有啲台灣人藝術家，咁咪可以湊埋一齊搞都得噶。其實我以我所知道，佢哋即係你以為淨係你嘅 market， 即係你喺依度 start 啦，其實唔係嘅，因為其實全世界都係你，只要你個名整得出嚟，唔好話有冇名啊！你擺上佢個網度咧，其實外國有啲咧 都會睇得到嘅。我知道啦，我攞唔到啲資料出嚟，我知道有啲唔知手作嗰啲嘢咧，唔知有一個係喺台灣做嘅，俾唔知意大利乜鬼咧，佢睇中咗，佢貪你台灣平啊，哦，佢就落單或者係同你傾，依啲就係機會咯，依啲就係創業嘅嗰個夢啊！你所謂嗰個夢就係咁樣嚟。其實以我所知，我又見唔到香港有啲成日台灣都有報道噶，某啲譬如香港有啲移民過嚟啊，做啲咩生意啊，有啲真係做手作仔嘅啫，做咩手工番簡啊，有啲係做唔知咩串珠啊，定唔知有啲做嗰啲嗰啲鎖匙扣啊，定我唔記得咗乜嘢嚟噶。但係佢真係都維持得到嘅，因為最起碼佢好多成本唔係咁高咧。你起碼做佢半年一年。以我所知咧，就可能近時香港係做成衣起家嘅。咁、所以其實 even 你而家 Poly 咧，都有依個咩服裝業啊？佢服裝業梗唔係教你車衫咁簡單，佢淨教你設計。設計。咁但係你香港地十個有九個設計出嚟，真係揾鬼你設計咩？咁有啲真係。輪冇話淪落啦，冇即係自己揾出路去做呢一啲咁嘅，即係好似頭先話初創嗰啲，咁、其實嗰類嘅人咧喺台灣就好好發揮。係，咁嗰啲其實針對就係可能你啲 project 要好大，咁需要政府支持啦。其實如果以香港目前嚟講，你帶你好似移民嗰啲，你都有幾百萬啦，最起碼。係啊。咁你幾百萬其實你搞做到細嘢都 OK 㗎啦，唔一定有政府嘅幫助。講真，香港我就唔係好信即係。似即係初創科技呢一類推動咯、我覺得係地產嘢，但係我個人意見啊，唔係乜嘢，係啊，即係不代表本台立場啊，係啊，咁、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有接觸呢啲初創嗰啲，因為我做財務規劃噶嘛，要同佢提規劃，我諗我個人嚟講，我係喺台灣我立足到，反過嚟啊，即係插多句咁樣，我喺可能我喺深圳都做到。喺香港我真系我唔覺得我揾到呢一類飯食。喂，但係我嘅夢係香港人啲夢好多都係話，我想有十層樓喎，但係咪台灣都易啲咧？都有嘅，其實因為咧，其實我有一次搭的士咧喺台灣咧，佢喺唔知苗栗好村嗰度咧，40-40萬台幣有一層樓，咁你十層都係400萬台幣。所以就算你想做個大，即係買十層樓都係一個夢圓夢啊！可以㗎，可能好多香港人咁。但係咩樓啫嘛？咩樓啫嘛？啊，十棟別墅啦，係嘛？得唔得？咁你啲海話齋苗栗啦，或者咩嘉義啊、南投嗰啲山區裏邊，一座都係幾百萬嘅。我聽佢講話，翻屋企要搭喺台中要搭4個鐘頭先翻到山區裏邊。咁嗰啲唔係大直路嚟㗎嘛？都係有機會圓夢嘛。就算係話你想種嘢。把啲農地去種下你想種嘅嘢啊，甚至乎呢個小動物園都種得啊。不過要睇下法例啊，養動物點樣計啦。種嘢咯，種嘢。種養下羊啊，自己嗰啲
嗰啲咩咩農場啊，嗰啲咩係啊，嗰啲有機農場，真係搞個農場出嚟都仲得咯。係真係，你香港邊有機？真係得㗎，真係得㗎。你香港係冇任何機會，入門口都冇得入啊！我聽聞講啊，依個聽翻嚟㗎，係有香港定大陸財係喺台灣買地養龍躉啊。哦，因為係即係有啲喺香港，我聽過有喺工業區裏面、工業大廈裏面養魚嗰啲貴價魚。在台灣有，因為可以做嘢。我覺得台灣很多生意是很多元化的，係啊，睇下你諗，唔好咁窄都有可能的，諗大啲咁樣。同埋最主要就是門檻不高，係咁你變咗可以你輸得起啊，係啊，你輸得起，同埋時間可以即係生存耐啲，係啊。咁你生存耐，自然就會可能再諗多啲方法咧去改進咧，就機會會大好多噶。一炮釘咗兩個月，你唔似香港話一個月唔得嘅話，跟住下個月租金都頂唔順。我聽過有份。有個友在中環開間意大利餐廳做了7日就玩完啊，係啊，真係7日玩完，真嘅，嗯，所以真係可以，我覺得可以嘗試咯喺台灣啊，各方面啊，尤其是你話網路網購嘅，你可以將你啲手作仔利用網路去銷售 啊，或者利用啲有啲市集噶嘛，咁，你可以喺嗰啲地方去銷售，各方面都可以用運用咯，嚇，機會係大啲嘅，我覺得。咁即係總之，基本上圓夢台灣係一個圓夢嘅好地方啦，的而且確啦。睇下你點樣去從一個夢想變為一個理想。不過當然你過程之中要經歷嗰啲咩新路啊，或者你嘅諗法創意啊，睇自己嘅睇。係啊，呢個要睇自己，真係呢樣嘢要睇自己啦。咁冇人做，你又從我夢想開間茶餐廳咁呢啲，講真，翠華咁樣，你都未開波已經死咗一半啦，係咪先？因為某啲台灣人唔係咁欣賞茶餐廳啲嘢嘅，即係唔一定啦，正常啦，係咯。咁啊，大概咁啦，咁啊，仲有啲咩大家有興趣諗到嘅，咪又留言俾我哋，咁啊，又真係又傾下咯。好啊，好嘛，好啊，咁集時間差唔多啦，好，下次再見，拜拜，拜拜。今日咧健康解码咧，我哋请咗黄小姐咧，就分享佢咧食咗敏迪之后嗰个情况系点样啦。你好，我系黄小姐。我咧就应该两三年前咧，俾啲蚊咬啊，俾蚊咬完之后咧，就唔知点解咧，佢唔好之余咧，仲越嚟越大，越嚟越大啊！即系将个伤口咧越嚟越大，系咁化开咗佢，好厚咁样咯。变咗你真身嗰啲肌肉咧好厚，嗰只达达咁样。系啦，系啦。而家系变咗细达咗好多。其实我系两个礼拜之前上嚟食饭咁样买咗支敏迪嚟试嘅，食咗两个礼拜之后咧，觉得 OK 嘅，因为收细咗啦，同埋冇咁厚啊。咁咧所以要今日再上嚟买。我谂我依两年嚟讲搽咗好多药膏啊，十只八只都有噶啦，消炎膏啊、类固醇都搽，即系用咗好多药膏都唔得咯，亦都去睇过医生噶，都唔得。我冇谂过依几粒系叫敏感咯，都好在你介绍俾我咯。嗰个咧系一个南亚裔人叫德仔，佢基本上咧就一条头发搵唔到嘅，咁咧就后生，今年就30岁，用咗支洗头水加支精华素，咁就见到咧用咗个半月就见到我哋而家嗰个广告咧圆形头壳出头发嘅情形，佢啲毛毛用翻晒咧就全部出翻晒，咁可能迟啲啦，等啲毛囊疏通咗之后咧会浓密好多嘅。